因为我后来就是也有把那个 bug 的那个画出来，然后去比较，就是也是1001这个会比较少一点，这个是什么？这个嘛？这个是长度，就是总长度而已，就是我还没有把它处理那个体系，就是我先统计一下那个 bug 的那个比较，然后因为跟这个 paper 的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照理说就是这个110它的那个强度是最小的，它的那个差海密度应该会最少。可是我这个应该是那个 orbital 一个 bug， 就是因为它好像把就是那个部分超海也统计进去，所以把它算成全超海，所以导致这个会最多，会比这个还要多。照理说这个会比这个还要少，就是因为它的强度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这个超海密度应该是会最小的。这个图怎么跟 paper 上的有点不太一样？老实说，趋势上不是这11跟110，它的 density 是差不多的吗？没有 ，paper 上是110是最少的。找一下啊。原始跟你现在秀的这三张有点不太一样。哦，没有，因为那个我那三张是 bug 的，然后原始的是那个，原始的是13纳米，这个，这是13，我放在口试。哦，这是 bug。对，因为我是为了要验证，所以我又画一个 bug， 就是来比较的。然后原始的是，这个是我们的。对，对，因为。我跟你讲，没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材料小到某一个尺寸的时候，就有纳米效应啊。对，可是它的那个强度就是它是110，它是最小的，但是照理说它的差海密度会最少。对，可是它统计出来，据说这些 dislocation 为什么会消失？因为这些 dislocation 会跑到表面就会消失，表面层那个。那你这个 nano pillar 这个这么小？所以它有可能会消失啊，在这个 orientation，啊，这个的话是彼此互相交错，最后会保留在那边啊。对，啊，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看这个压缩 compression 的方向几乎很大范围的变形嘛，对 ，local 的变形 ，local 变形会阻挡 dislocation 的发展，也许是这样子，它 dislocation density 这么低，也不一定。哦。因为你 dislocation 要继续发展下去，你应该全部都是 crystal 的结构啊。对。但是你在压的时候，那个1001的方向是不是几乎你看那个？它是变形，整个结构变，几乎都扩散在整个系统，所以你 dislocation 等于是很短的，都在 local， 没有办法，有系统的成长啊。嗯。对，那还有要讲的，这个29。这边有这么多，你只选一个45的，还有其他的吗？其他表示说这边非常多区 local 的变形，所以它 dislocation 其实都非常的短，然后每一个角度几乎都有，我们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啊，这个很明显嘛，35嘛，对，这60嘛，啊，这个很特殊，它的变形都是靠 local 的结构在转换嘛，比如说 BCC 很多都大量变成 HCP 啊。而且遍布整个 pillar， 所以它 dislocation 很短，然后 density 这么，所以才这么低，然后有好非常多 minor 跟 major 的滑移系统弄在一起，都是因为它是因为都是怎样，就是它都是因为非常多 local 的变形，没有办法让它往某一个特定的 major 的 dislocation system 来做变形。对啊，从你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它几乎都是整个系统都做 local 的变形啊。就是它，可是它到这边就是又回复成一个 BCC。对，你看这个大范围的 local 的 transformation。嗯。然后在弹性这个 flow region 的时候，又有部分会回来，所以有不利于那个 dislocation 的发展嘛。
这里这边这么低，所以这样你可以解释得通啊。但是你就要秀出来它的滑移系统，从这个图看上来，不是只有45度，你可以多选几个，像这个就不是啊。就比方说这个的滑移系统非常多，因为它 local transformation 非常的大量。它这个35很明显，它这60，啊这个就不明显啦。你可以多选几个啊，比如说这个日期度，你可以对照那个 nano layer 那边嘛，它不是有一个 table 吗？对对，它有一个那个表格。因为每一个高砂合金它的组成不一样，所以现象不一样也没有关系，不一定要完全都一样。对，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的角度，我们可以画到几个。不是它好像只有这个45度，对，45，然后下面35，还有这样。可是它不会，它好像不会经过这个滑移系统。那没关系，那你就 minor 啦。这个 minor 就是说，其实不是主要，但是也可能有啊。你看一下有没有16啊？16，好，那就是这些32还有53。对啊，你随便画应该有吧？比如说这个的滑移系统很复杂，而且但是因为局部变形很剧烈，所以它其实都发展在非常小的区间，没有办法变长嘛。所以它 density 才这么低，这样就解释得通了。那我再去。人家问你说为什么其他没有，你就可以讲一下，每一个高商它的配方不一样，最后变形其实都会有些许的差异。好，那我再取多一点角度。可以的。就像你这个它用虚拟的，那又有人说 BCC 不能用虚拟的 factor 来解释。对，这一票作者全部都用虚拟的来解释，他另外一篇是 FCC 嘛？就是 Google。贴膜那一篇，它是 FCC 的，但是它这一篇都是用 Smith Factor 去做处理，你可以用混制作的材料，高商陶瓷，不同的配方，它的滑移平面又跟传统 FCC 不太一样，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个001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配方不太一样。好，那我再去。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对，那怀疑你这个图角度就看它 minor 有什么，你就稍微找一下画一下，这边应该很多吧。那我再找一下。对啊，表示说证明这个第一个变形的其实最主要是 local 转变，然后让滑移都是非常的短。哦，了解。那我再找一下。然后这个是我在 paper 上是我在看到那个高熵合金它的那个缓慢的扩张效应，它好像有说到就是它那个高熵合金好像会就是有利于那个析出物的形成，所以它才会导致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强度，这样就是它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析出物，所以导致它那个缓慢的扩张效应，所以才造成它这个强化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高熵合金它才是析出的。就是我看那个朋友是我们，他是说有利于纳米级析出的一个形成。对，但是真正我们这个才是析出嘛。对对对，所以可是他是说高熵它的那个延迟的扩散效应，他是说它会导致它那个有利那个纳米级析出的一个形成，然后会造成类似的吸入强化。但是现在我们用数值的方法建出来的模型，这个是完全没析出的，因为都避开了。对。啊，这个是局部析出。对啊，对。那现在的问题是，怀田，你不是说你这个能量越降越低，这个强度会越来越强？你不是有一次跟我这样讲？老师说那个耐不同耐米连 CMD 一直哦，对对对，那个
对，一直降低，就是它会随着这个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可是哦，对，上次那个是跑到一半挂掉了，就是它大概跑到70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还要拿那一笔结构再重跑一次，还是就是我再重跑，然后就跑短一点这样，因为它那个容量就是超过那个线，就是上次它突然就超出那个线，然后就突然跑到大概70笔就挂掉了。那吸出一定会强化吗？我看的是这样，我现在看到的配色是每片都是这样，每片都是这样。可是我就是我看到那个延迟光的效应，它是直接讲说，高端合金它是有利于吸出物的形成，所以导致它那个吸入强化。对，但是那它是实验上的结论，那我们现在给的模型就很高尚，没有吸出啊。我们现在问题是这里啊。对对对。那你做拉伸很快吗？拉伸，看到它的强度。老师说现在做还是？比如我说你做一个 case 需要多久？做那个200万颗原子弹一个月左右。拉伸一个月？就是压缩了，就是200万颗的时候，大概要一个月，因为那个原子数太多了。然后这个就大概跑到70笔，然后它爆掉。它能量大概到这边，那我还需要拿这个去再继续重跑，再继续跑那个吸出的那个，还是就是你如果我们你现在是多少颗？这个是200万颗。那如果只用个10000嘞，这样搞不好通头了，可以啊。可以用10000。对，那不然你就10000颗，从头乱一下。好，就是因为只是目的，只是要那个能量曲线，应该就对对对对。然后我再变成白金能量曲，那就没差。对 ，OK。好，然后这个是，然后到时候如果乱出来最后差不多平的，你就用最后一个再做一下 compression， 看是不是强度真的有变，会变比较强。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再说。好，我再。好，就用10000颗run一下了。好，那你那个 NC 是三个平面都有 run 吗？没有，因为当时我怕那个爆掉，所以我先 run 一个。但是我都你现在 run 10000颗，你把它全部都 run 一下。好，到时候如果平的再去 run 一下，它的拉伸也不用那么大的系统。好，对。然后这个是主要我是先对、啊，就是先改老师说这个温度。嗯，对。然后这个是老师的意思是像这样。对，还有一个 neutral， 就是说没有任特定偏好啦。没有特定偏好，就是它是正的，不是，它是很小的正的，或者是很小的，很小的负，接近于零的负的，就是 no preference， 哦，就 neutral 就是中性的嘛。那原本 HEA 我们用排开的程式就只有 positive 跟 neutral 啊，哦，不是有 negative， 就是亲和性是负的，不喜欢待在一起是同种类的嘛，对，那其他都 neutral 嘛。对对对，好，那我再改，就是那老师这个的意思是，就是我把单元素的就秀出来，这样，就是单元素的这个，对对对，把 particle 变得很小，可不可以看出某一类的元素其实是聚集在某一个地方？ particle 变很小，就是说你秀 orbital 的时候，把粒子数的 size 变得很小。哦。上次我们用切片嘛，是不是？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对，我想就秀出来说，是不是
不是像高商一样每一个元素都分配在各个均匀的分散。那我是要把就是每一个，就是如果我就是假如说我秀铝，那我就把其他的type拿掉。对对对，你看有办法秀的可以比较清楚。好，那我再改一下，就是我考这边我考完的是，考试完再改啊。好，好。哎，那老师是说这个档案是我就是老师那个手稿档案是有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写了一段不见了。不过我还是 我那个在那个云端的我选版本可以找到那一版，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么还是老师就是先再回复的那一版，因为我现在我女儿给我乱动，最近在写一些申请资料。因为我改的部分就大概是有，我前一版有找到了。哦，就是我是把老师说要改的那个比例变化就改一改。OK， 好，对，那大概是这样。